秋秋，下个月我结婚要来哦。好啊，姐妹，我把我亲弟弟介绍给你认识认识。不要了吧，你姐妹我这么耿直不好吧，这样你就给我成我弟媳了。好啊，原来你是想占我便宜啊。你臭小子，帮我好好照顾我姐妹。姐，我下午还要开会呢，晚点再去，答不答应？3、2、1。哎，好吧好吧好吧，加油啊姐妹，希望我们亲上加亲。走走走，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把衣服给你脱了。你用洗衣机洗啊？我用手洗也行啊，万一脚坏了呢？没事儿。走。要不要再看看？秋秋姐姐。